叶总裁热情洋溢的致辞。今天分享的嘉宾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青青老师，他是工商管理学硕士，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多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2009年技术移民到加拿大，进入跨境电商领域奋战六年，提升了很多的产品销售经验。四年前专注大健康产业，一直致力于研究人体健康、保健养生及营养搭配，擅长产品培训、健康管理、营销策划，积累了丰富的网络营销实战经验。2021年遇见凯莉，专注于凯莉事业的推广，她的创业格言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今天她分享的主题是走进凯莉，拥抱健康。有请青青老师。在线的全球凯莉家人，大家现在好。今天非常荣幸再次可以在这个空中会堂、空中教室跟大家相遇。那我先来共享一下我的屏幕哈。好，那我今天呢的。那我今天的课题呢，就是走进凯莉，拥抱健康。好，在上一次的讲座中跟大家聊了从细胞的层面上，为什么我们要补充 NMN 达到一个抗衰老的目的哈，这也是我们 Calorie 的核心理论，抗衰老始于细胞健康。那今天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哈，我们来剖析一下，看一下我们 Calorie 的产品，做一个产品大揭秘。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Calorie 的 NMN 系列产品。目前呢，我们有两款产品，一个呢是 SOD NMN 青春丽鳞片哈，这款产品呢，它是一个复合配方，产品里含有 SOD 和 NMN 两款产品。另一个产品呢叫做 Beta NMN 6000，它呢是一个单方哈，它里面是含有精纯的 Beta 型 NMN。 这两款产品，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它的亮点是高纯度 99.92% 的特级 NMN。 那伙伴们可能说，那你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好，那不要着急，我们有数据，我们就用事实说话。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哈，这张图就是一个第三方的实验室 Summit 给我们凯莉母公司，这里是四亿公司的一个产品的检验报告哈，这里呢是四亿公司的一个地址，这里标识的呢就是我们 NMN 的哈，就是的成分哈，然后在指标上呢给我们做出了的结论是大于 99% 哈，大家看一下这结论那里都到达了100哈。其实实验室呢它是允许有 0.02% 到 0.08% 的误差，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实验室给出的 99.92% 的 NMN 几乎近似于精纯 100%。 那我们这个特级的标准是哪来的呢？大家接着往下看哈，这里是一个 PDR 的那个在官网上的一个我做的一个截图。这个 PDR 呢，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它又叫做美国医师用药指南。它上面记录了它是一个非常权威的，它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指南。在美国 90% 的医生呢会对照这个指南会进行用药和诊断哈。其实一个产品它并不是说它的牌子很大，或者它的公司历史很悠久，再或者它请了非常有名的名人或者医学博士来代言就可以进入这个 PDR 的。想要进入 PDR 一定要在三个指标上达到标准，一个呢就是成分的有效性，一个呢就是成分的均一性，还有一个就是成分的溶解性。这三项指标呢是检验一个产品可不可以进入 PDR 的硬性标准。所以说能够进入 PDR 要点的，
它是可以达到一个药用级别的效果。虽然我们的产品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膳食补充剂哈，但是我们是属于功能性的膳食补充剂，在你长期使用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现有的一些症状得到一个明显的啊缓解或者改善的作用，也就是达到了相当于一个药品级的保健品的一个效果哈。所以在这个 PDR 上，当我输入了 NMN 以后，有现在目前是有六款的 NMN 上产品上到这个 PDR 收录进去。那我们 Calorie 呢就有两款产品收入在内哈。那此外的额外提一下的就是我们的那个脑力健Lifespan 呢，它也收录在 PDR。 当你在这里进入 Lifespan 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被 search 到，被搜索到。那我就点进去了这个 SODNMN 的产品，然后这个 PDR 给出来的，大家看到这里哈，我红笔画出来了，它叫做一个 Premier Grade。 Premier Grade 的意思呢就是特，翻译成中文就是特级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特级哈，并不是自己给自己做的一个评断，而是一个权威的 PDR 的认证上面给我们定义为特级。那我又找了一个其他产品的一个证书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一个其他品牌的一个证书。大家看一下，其实这是一个完整的在他们官网上的一个证书，不是说我去把它额外的去截了一部分啊。所以当我刚看到这个证书的时候，我也挺疑惑的。因为在这个证书上真的你连一个，首先是哪一个第三方实验室的出具的我们看不到哈。此外呢，它是出具给哪一个品牌的依然没有哈。不过有好过没有，至少在这个证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结论哈，它的有效，它的成分的纯度是达到 99.5%。 但是 99.5% 它给的评，它的级别的评论呢却是 grade one， 就是一级。所以大家不要真的认为说 99.9% 和 99.5% 已经近似相等了哈。但是在这个评级上，我们的 99.9% 是可以评为特级，而 99.5% 只能评为一级。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纯度越高，吸收的效果越好，价格也越贵。这点呢比较好理解，因为如果纯度高，我们需要更多次的提纯，然后在工艺上也会更加的复杂，所以价格也会相应的提高。但是研究表明，纯度每提升 0.1%， 它的吸收率呢能提高2到5倍。所以 99.9% 的特级 NMN 比上 99.5% 的一级 NMN，它在吸收率上就扩大到了8到40倍。那如果试想一下，市面上那一些只有 70% 只有 80% 的 NMN 产品，我们的效果是要大于它几百倍。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差别哈。所以大家去买产品的时候，使用 NMN 的时候，纯度一定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 Calorie 的纯度已经可以做到市面上最高的纯度。此外呢，它的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它的含量特别高。我们一瓶 SODNMN 这个青春丽鳞片，它一瓶的含量呢是10800毫克，平均每一片的含量呢是120毫克。那我们的 Beta NMN 6000呢，它这一盒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是6000毫克，那每一克的含量呢是就100毫克。所以如果按照年龄来选来使用来确定这个剂量的话呢，是年龄乘以 7.5 毫克是我们每天所需的服用的这个剂量。那如果是一个30岁40岁的中青年人吧，那他只需要服用1到2粒一天就够了，使用我们的calorie 产品。如果说是一个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话呢，那使用3到4粒也就够了。所以我们每天并不需要服用大量的这些产品。但是如果说市面上不少品牌的含量呢只有60毫克
啊，或者是70毫克。那你想一下，如果说这样，你可能一天你需要服用8到9粒哈，这个在数量上是非常惊人的，使用的感受也不是特别好，并且呢，你一瓶如果只有60粒的话，你这样服用也给它以今后的这个使用成本上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提升。此外呢，我们这个NMN 除了在就是在很多的水果蔬菜里面也是有的，像西红柿啊、牛油果、西兰花，甚至毛豆里面都含有这个 NMN， 只是它的含量呢是微乎其微的。如果我们想要达到这个剂量的话，就是这个剂量呢，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1天3粒这个NMN 360毫克，你需要服用使用大约要到10几到30几斤的水果和蔬菜。这个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近乎不可能哈。更何况我们在烹饪中呢，我们还有一些营养的损耗，所以呢，这一片小小的膳食补充剂就可以，因为它的高含量可以让我们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事，也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哈。那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它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高吸收。我们的 NMN 是仅次于静脉注射的 NMN， 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这么高的吸收率呢？原因是在于它是一个纯贝塔型。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目前 NMN 生产的几种方式哈。首先呢，目前有3种方式去生产这个 NMN。第一个呢，就是生物酶发酵技术。这个也是我们凯利目前使用的技术，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款技术哈。第二个技术呢，叫做发酵法。那发酵法这个技术呢，为代表的呢是日本。发酵法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呢原料呢不容易大规模的量化生产，所以呢它的成本相对来高哈。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那些日本的NMN 产品的售价都偏高，就是因为它使用的这个发酵法。但是这种方法呢，我觉得最终会被淘汰哈，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生产模式下。而且这个发酵法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它这个发酵法就有点像我们北方在冬天的时候特别喜欢腌制一些咸菜，像腌制一些白菜之类的。然后在腌制的过程，在发酵的过程中呢，它会有一种副产物出现，这种物质呢叫做内毒素。当你剂量很小的时候呢，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呢是比较微乎其微的哈，因为它也是根据我们人体的一个体重来去算它对人体的一个影响的。如果说它剂量非常小，我们可以忽略。但是当你长期的使用发酵法生产的 NMN 的时候，这种物质它会在你的体内去慢慢慢慢的堆积到，我们知道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堆积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个质变哈。尤其是有一些人本来他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他就会有一些代谢的问题啊，或者他会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比如还有些人他会患有一些癌症啊，或者一些肿瘤的问题。如果他使用了这种发酵法生产的 NMN 啊，这些内毒素就可能给它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哈。所以这个发酵法其实是在生产工艺上是受到诟病的。此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呢，叫做化学合成法。这种方法呢，它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呢，它的原料成本非常低。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就是在零售方面的可能是占有的一个优势。有的时候朋友会发现，为什么在某些商城里面，像京东淘宝上卖的那种产品 NMN 为什么那么的便宜，就是因为他们的合成方式是用了一种化学合成法。但是化学合成法它不可避免的产生一种物质叫做 αNMN， 这个可能很多伙伴已经听说了啊。NMN 分成 α 型和 β 型，化学合成法的分子式决定了它一定是含有 60% 的 αNMN。这种阿尔法 NMN 我们人体无法吸收，无法代谢，同样是在对体内堆积。当我们体内的这种阿尔法 NMN 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对我们造成一些负担，一些伤害啊。所以化学合成法
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弊端诟病的。而且呢，现在以目前我们消费者使用上面，我们是无法自己去判定我们使用的产品是用哪一种方法生产的，因为在口感上，在使用的很多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做界定，尤其是消费者。所以呢，那在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可以拿一些试剂去把那种阿尔法型和贝塔型完全测出来，可以把它分离开来。但是消费者怎么办？消费者既然没有办法去断定，那我们只有去相信那一些第三方的去认证。我们一定要去找到那种有产品认证的，有国际认证的，而且有权威认证的产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权利，让我们使用到安全的产品哈。不能就是单单去看价格去比产品，这样呢是一个非常错误，而且呢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方法。那我们的继续看呢，我们这个上面说的就是我们 Calorie 的 NM 制造的一个流程，一个工艺哈。这个是生物酶发酵技术。其实生物酶发酵技术呢，它就是这种 NM 是在我们人体内它自己也是可以合成的。我们所谓的生物酶发酵技术，其实只是把我们人体里面转变的这个过程，我们把它移到了我们的生物反应器里面啊。比如说它的起始物质叫做核糖，核糖在我们人体细胞里是存在的哈。然后这个 NAMPT 这个酶啊，我们细胞里也是有的。然后我们拿这种酶在生物反应器的35度的温度下，我们去发酵这个核糖，就像模拟人体的一个生理功能哈。然后把核糖转化为一个 N2 也是一种 NAD 加的前体哈。然后通过再一次发酵，把 N2 转化成我们需要的 NMN， 然后再经过提纯，再经过冷却，再经过一系列的工艺，我们可以得到纯度高达 99.92% 的 NMN 原料。因为是发酵因为是生物酶技术，因为我们就是在模拟我们人体的一种生化反应，所以我们生产出来的 NMN是为100%的贝塔型，因为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东西一定是能够被自己吸收的，所以我们人体是没有办法合成成阿尔法型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工艺，保证了我们的产品是纯贝塔型的，是可以完全被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在15秒的时候，在我们咀嚼了哈，通过小肠15秒就能够被我们的血液快速的吸收，在第15分钟的时候呢，我们的 NMN 的在血液中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与此同时，我们 NAD 加的水平开始明显速的上升哈。所以这个高吸收率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工艺。那我在互联网上又找到了这个是我一个伙伴传给我的哈。当时呢，他让我去帮他看一下这个产品哈。然后我一看这产品第一个看哇，这个含量很高哈，一粒含有560毫克的 NMN， 当时我也很有疑虑，我说啊，这一粒这么高，结果我看它的成分，我很仔细的找了半天，我始终没有找到 NMN 在哪里。我看了几次很仔细的哈，我只看到了一个这个成分红字标出来的啊，因为是台湾伙伴给到我，所以是繁体中文。那在我们汉就是简体中文里面呢，我们叫做烟酰胺。烟酰胺呢，它也是 NAD 加的一种前体物质，只不过这种前体物质和烟酸呢、色氨酸一样，它的转化率非常的低。如果说你想通过它来得到这个 NAD 加水平呢，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个物质呢有一些 NAD 加的概念的，不过它真的是在偷换概念，因为它完全不是这个 NMN 哈，它用这个物质呢来代替它，当然这两个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此外呢，你看到它下面的其他成分，我觉得真的是所有能想到的看到的全部都上来了，当时我看的也觉得很夸张哈。因为这个 NMN 它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被大家熟知的效用呢，就是当你使用了以后呢，你会提高你的
觉得人特别有精神，特别有精力哈。原因是呢，是因为 NAD 加水平一提升了以后呢，我们线粒体的功能就会被提升，那线粒体呢就能制造更多的能量 ATP 给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有活力，它的原理是这个。但是这些产品呢，它却在里面添加了很多像什么茴香啊，什么辣椒啊，生姜啊，很多很热性啊，包括一些咖啡的一些提取物，它其实它就是一种外界的物质，让你产生一种很亢奋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完全是一种激素类啊，或者是一种外界的刺激让你产生的，并不是我们细胞由内而外产生的。所以有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客人，他用了 NMN 之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们凯丽的 NMN 使用完了之后，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我用别的品牌，我就有那种脸会变红，手会发汗的这种症状，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呢，它很多就是因为他们那些产品里面，他们是有一些这些成分的添加，让你人为的感觉到你很兴奋哈。但是呢，并不是 NMN 在起效果，其实也就是我觉得变相的在收割消费者的智商了哈。所以我们去买一款产品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仔细的看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而且呢，就像刚才提过的，我们一定要去看第三方的一个证书，像例如我们 Calorie 就是有一个反兴奋剂组织的，就是无兴奋剂啊，无违禁成分的一个证书。所以我们 Calorie 是非常温和的，你不会说吃完了以后很兴奋睡不着觉。但是其他的产品，如果说你不仔细的去观察的话，很可能就会有这些不好的成分添加在里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这里是，然后我们看它的亮点四哈，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配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SODNMN 的这个复方呢，它和我们的一个生物黄金 SOD 强强联手，是全球首款了添加 SOD 的 NMN 哈。这个 SOD 的效果呢，我想在几天前哈，我们两位医学博士孙博士都有给大家做一些介绍，所以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SOD 和 NMN 在一起的效果呢，就是先清理再补充，先用 SOD 去清理，强力的清理我们身体里面的自由基，然后再做到一个补充我们 NMN， 提高我们细胞的线粒体能量啊，活力，然后全面提高 NMN 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这个配方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 SOD 呢，现在是世界上已知最有效的去除自由基的物质，它是非常强力的。而在全球呢，有118位科学家也发表声明说，自由基才是百病之源，而 SOD 呢，是由于它是清理自由基，所以是我们的健康之本。接下来就谈到我们的权威认证了哈，刚才两次的谈到了认证的重要性。其实这些认证呢，就是让我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吃的安心。那你看一下我们 Calorie 的一共16项我感觉我的字如果再写大一点，一张纸都已经写不下了。它的这些认证呢，其实每一个都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非常的权威。比如说这个 FDA 哈，这个我就不说了。PDR 呢，这个刚才也聊过了哈，医师要点、用药指南。然后跟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个 GMP 标准吧。GMP 标准呢，它是针对我们四亿公司的这个工厂的，它是一个工厂的标准，它其实就是一个规则哈。它从我们这个工厂，比如说人员的配置，比如这个工厂的仓储条件，这个工厂的卫生状况，这个工厂是怎么样记录文件文档的，这个工厂如果遇到产品召回了以后它该怎么做，这个工厂如果 收到消费者投诉了该怎么做，它是有一系列的流程和标准，非常每一项都非常细非常严格，你要所有的都达标了之后，你才可以被评定为 GMP 标准。其实呢，它的初衷就是保护消费者，它能避免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在生产的过程中，你会不会用错了原料，
你在生产过程中你的原料的含量会不会剂量会不会被加错，因为你是依据它的标准，它是高每一次都要来回去检查，按照它的标准一项项走下来的，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这些差错的存在，也就可以保证我们保健品的安全性一致性，让消费者用得非常安心。所以这个 GMP 标准也就代表了我们的母公司四亿公司是一个非常有着在整个生产企业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严格标准限制的工厂。然后这个 CGMP 呢，这个 C 的意思呢就是现在 current 的意思，就是我们四亿公司目前正在按照这个 GMP 标准进行生产。此外还有一些结石啊认证啊清真认证啊，这些是适合一些哈有特殊需要的人群。然后这个第九个和这个第十六个就是刚才说的反兴奋剂组织的一个无违禁物质哈，这个真的是非常难拿到的，而且几乎上很少很少有工厂可以拿到这个认证，因为它的整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你要想达到这个无违禁物质的检测，你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全程是要被这个组织进行监控的，他们会有盒子去收集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那些颗粒啊就气体啊这些东西，然后去完全没有兴奋剂的时候就是全部检验合格，他才会授予你这个认证。所以这个认证其实就是一个安全性哈，刚才我们说的你要是吃一个产品，你怕它会不会有激素呀，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兴奋剂的成分在里面，只要你看到有这个认证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哈。此外呢还有一些有机认证，这个有机认证也是非常难的，因为在 FDA 的系统标准之下，你想拿到这个有机认证，举个例子，你这个原料你从土壤的湿度土壤的酸碱度从植物出生开始你就得达到一系列的有机的标准，你最终呢成品才可以达到这个认证。所以能拿到这个有机认证呢是代表它的生产工艺上是完全在一个有机的这个条件下哈。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工厂认证，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哈，这个挺好挺有意思，就是加州的一个食品自由贸易出口证书。因为我有一个伙伴他有跟我聊到，他说哎，你们 Calorie 的商品有没有在中国销售的时候有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个认证，你们是不是走私的商品啊，有没有偷税漏税啊偷海关税的情况哈。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证书我给到他，他有专门对好几个有几个国家已经在咱们的网站上，以后我估计可能会越来越多，我能看到的是中国 China，能看到的是台湾，还能看到是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哈。所以我很有信心的告诉我的这个消费者，我说我们的产品是中国在走的是跨境电商的贸易哈，在中国海关有备案，我们走的是合法合规的程序哈，所以消费者你可以放心使用，我们经销商可以放心经营哈。这个就是关于认证上面的。此外还有一个 Health Canada 的一个认证，这个认证呢因为我生活在 Canada 加拿大哈，所以我知道这个认证呢在也是非常难拿到的，因为加拿大它是一个全民医保的国家，所以在加拿大可以销售的保健品对它的检验是达到药品级的一个标准的。因为你如果说因为保健品服用使用不恰当造成了一些民众的身体的一些比如一些健康问题，那整个政府呢它是要为之买单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情况，他们对保健品的审查是严格又严格，像很多澳洲啊新西兰啊这些德国的一些保健品是没有办法上架到加拿大市场上的，就是因为他拿不到这个 Health Canada 的这个注册的一个证书。但是我们凯利拿到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凯利的安全性是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一个信任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十六项的一个权威证书。那这里的呢就是我们四亿公司的一个工厂认证，那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个哈，这是我们母公司的一个认证。下面的六个呢就是我们 Calorie 产品的一个认证哈，给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认证。所以足足加起来有十六项，我想市面上应该没有哪一家可以，就是至少我现在在我寻寻觅觅现在已经看了不少个品牌，但是我没有发现哪一家可以在后台上在
官方的网站上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第三方的一些权威认证哈，这个是我让我非常骄傲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看它的第六个亮点呢，就是一个生物科技，领先的生物科技。那我们的生物科技刚才有说的这些生物酶发酵呀，小分子纯化呀，超临界膜透技术都是在我们的 NMN 的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艺。那这个技术呢，单细胞发酵技术呢是在我们的 SOD 里面，我们 SOD 是提取自深海的热泉里面的藻类哈，所以从藻类里面进行单细胞发酵，然后提取，然后生产出我们的 SOD。 所以这个我们的科技技术目前是世界最新的最前沿最尖端的。然后呢，说到第七个亮点就是高性价比。那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高性价比的呢？是因为我们 Calary 有一个双链系统。双链系统呢，它其中一条链呢是我们母公司 Essential 的这个生产链哈，它是产研一体的。然后呢，在我们 Calary 这个经销这一块呢，我们是做一个短路径的供应链，所以把这两个链条呢连接在一起，就像我们右边这张图一样，从原料到生产到仓储，最后成品运输到分销哈，这一整条呢由我们的母公司完成。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销售哈，由我们的经销商把产品直接的触达到这个客户，所以呢从产品到用户可以说是指尖触达，因为保证了最短的流程，所以呢也就最大程度上的呢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一些开销，所以我们的产品呢在性价比上是最高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是一条非常完整的短路径哈。正是因为我们这个高性价比呢，所以 Calary 是第一个可以把富人圈子里面的不老神丹 NMN 做成贵族品质平民价格的产品哈，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可以享用这么好的产品却用这么平民价格的一个真正的原因。然后继续走，看到亮点吧，我看了这个亮点太多了哈，我写了半天好累的啊。亮点八呢，说到它的背景实力。好，看一下，这是我们的生产工厂，总部坐落在洛杉矶downtown哈。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厂房，这些照片呢都是实地拍摄的。然后这里呢就是仓储中心，这里呢就是一些流水线，工厂的流水线哈，生产车间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产品研发中心了，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科研人员，我们的一些科学家们在此进行产品研发，然后进行产品质检啊，都在这里。此外呢，李嘉诚先生他有一个抗衰老品牌 TRU 呢，同样是由我们四亿公司的母公司进行研发和生产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去选择凯利的产品，就是因为我觉得李嘉诚先生的眼见和眼光和实力，我是非常相信。也许我会没有眼光，我看东西的时候没有那么的精准，但是我相信李嘉诚先生他既然能选择和四亿公司的合作，那四亿公司的实力一定是得到他的认可的。并且呢，四亿公司目前也是全美国排名前五的膳食生产企业，膳食补充剂的生产企业，所以我们的公司的实力背景非常的雄厚和强大哈。他还和其他的很多品牌都有合作，比如 Costco， 比如Whole Foods 这些大的一些连锁的一些店哈，都和我们四亿公司呢是有着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啊。然后我又给大家找了两张图，你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一些其他的品牌，一个叫 Cell， 还有一个叫莱特维健哈，这些都是一些其他的品牌做的一些广告，可是他们用的这些工厂的图全部都是我们凯利母公司的，用了我们凯利总部的图片哈，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工厂，然后其实也是在欺骗消费者哈。然后就让我不禁的想起一句话，叫做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哈，这句话来形容我们凯利公司是再合适不过了。好，那我们这个 NMN 呢，这个八个亮点呢，我跟大家就
分享到这里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感受。当然了，小伙伴们可能还有新的感受，欢迎以后有机会我们再。